我们开源食品以及伟哥上菜，他们能够运用他们本身的一些专业跟他们本身的厨艺，那制作非常好的防疫牛蒡汤，还有我们的开源食品的意大利面。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呢，给这些寄养家庭给他们更多的温馨给他们的孩子还有这个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保护我们的孩子那也让他们有更好的体力来做好防疫的能力，让这个防疫期间呢，虽然人跟人之间要保持社交距离，但是我们的心是温暖的，让我们的心呢紧紧的扣在一起能够勇于度过这一次的难关。4-2-8，儿保育，幼儿。